2007年麒麟剧社的运作来说，市场没问题，观众没问题，观众口袋里钱也没问题，他不愿意看那是因为你不好，就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开一个饭店，我只会一个拍黄瓜，我们只会买点饼买点馒头你吃吧，然后埋怨观众，你不好好吃，我这个黄瓜已经我拍了 好几百年了，拍得很好，你怎么不来吃？人家有选择的东西很多呀，而且在家里边就做得很好，凭什么人家要来啊？那就是因为你不合格啊，所以要问自己。通过这几年我发现观众明是非懂善恶，那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，就是你要尊重他啊，你随便弄一个什么戏，然后咱们几个人坐在屋里互相一鼓励，哎呀真棒，这那不管用，那出门你骗不了人，老百姓是最聪明，人民是最伟大的。